桃园市龟山区长庚医护社区 #TakuYOTC700 都阳按摩椅一阴排除进阶大保养，客户报修要保养。12年从没服务过的客户突然来电，以我的经验一定不单纯，原来是有故障了。好在问题不大，检查初一，按摩轮一阴二，手控面板有裂纹。3，氧气机无功能。4，部分气压加不紧。5，脱皮。有请原厂换过一次了。1，按摩轮一阴，加油润滑并调整后 OK。2，手控面板有裂纹，因为不影响使用，暂不需更换。3，氧气机无功能，拆修发现管路多处断裂，修复 OK。4，部分气压加不紧，多处气带漏气，客户暂不修。5，脱皮，可更换非环保皮，但12年的按摩椅不值得哦。最后做全机清洁润滑保养。建议按摩椅要每年大保养一次，且要放在不会晒到太阳且前燥的地方，每次连续使用最多30分钟，全自动，不用时将总电源开关关闭。高价位的按摩椅确实比较耐用，但也不可能永远有零件可供应，所以从新机开始就做定期保养及检测就很重要了。这台按摩椅几经用过本了，下一台可要记得每年要做定期大保养哦。本公司不分品牌都有服务，欢迎来电预约保养。本公司本注朝业界最高5星级服务及超越原厂施工水准目标努力，用心保养，尽力维护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希望未来能持续为每个注重服务品质的优质客户服务。维修一定尽力维修，不随便要求客人更换新机。完工，江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